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今天终于轮到台服的轩辕剑联动了，能不能血池就在这一次了？在陆服，我已经抽到了五星的小雪，一只宇文拓都没有，一只都没有。这次呢，我能不能血池，就看今天这次了。各位观众，分你们的一点元气给我吧。Go！ 不要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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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歪啊！不要歪，不要歪。我当然知道小雪比较好啊，但是我陆服已经抽到五星小雪了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啊、哦，不过说实话哈，我还是希望先抽到小雪，再抽到泰斯。哦，大隋宇文泰斯。哦，有了！难道这一次是五星泰斯？不要吧，不要再五星泰斯的哦，就是五星泰斯。这样子有压力了，为什么呢？不是，这不是转不转印的问题，这个是，我现在很怕后面就连都是泰斯，那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很尴尬。下次中小雪我就可以毕业了，那我中嘛，小雪。哦，没有，可恶！哎，光想着玩，第二十抽。不要啊！不要五星泰斯啊！啊，这个是第四十抽吧？对，第四十抽。紧张，真的紧张。我都乱画了，等一下，这跟多不多没关系啊，一直歪掉，那很惨的啊！哇塞，开始不顺利了哦，原来是炮的问题啊，那我画血字的好了。爱来不来的小雪，陆服来给我五星。哦，我又画太短了。有了啦，第七十抽吧。不要歪啊！不要歪啊！不要再太湿了哦。警告你们，不要，让我毕业，我就可以收工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我会努力帮上你的忙。好，我结束了，不抽了，要留着仙剑，我血池啊！我血池啊 ！Yes，
我血池了，我血池了。原本是142，80抽，总计。好，可以了，这我满意了。Yes， 好了，感谢各位，80抽，两只到手。Yes， 终于不用再一直重复五星小血了。谁在跟我说？换什么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没有用的，我是不是中了？好了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血池成功。